指甲在对方的手腕上抓出道道血痕，奈何根本不撤手，一面想要命。哦，每天六点准时发片。好，来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的晨光游戏听不到的你。上一次我们玩到这边，我们好不容易大病初愈，准备要来接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名字，方什么，忘记名字了，就是小朋友就对了，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吧。Let's go。放学铃声一响，结伴的三孩子三三两走出校门，久违的孩子银铃般的笑声，稚嫩高亢的声线，小屁孩要放学啦！来啦，就是他啦，哦，方宣城啊，对，好，看到我之后呢，兴奋的大叫，手舞足蹈的蹦起来了。他迈着小小的步伐，欢呼雀跃的跑到怀里，表姨，你可回来了！我把他抱在怀里。他其实很久没看到我们了，其实这阵子都是那个刑警的那个女生来照顾嘛，对不对？他说想啊，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才不见十天，小屁孩已经……哎，你看，是他们自己讲小屁孩了哦，不是我哦，好不好？长大了不少了。OK， 欣慰的看着他，双手捧起他白皙的小脸蛋，却啊，他的发音有些不……谢谢于瑞宇，感谢你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感谢哦，好不好？好，继续，第一次听见的声音是天使的声音。然后忘了讲，现在这个女生她已经渐渐有听得到声音，但是呢，她不太能够去确定说可以维持多久。好，哦，表姨三个我还在想，你再不回我就离家出走去找你喽。谁叫你又要这坏主意呢？怎么离家出走呢 ？OK， 我可是真的很想你呢。傅叔叔对我很好，但是你才是我真正的亲人。傅叔叔是谁知道吧？傅荣啊，好，哦，傅荣就是那个阿姨的小孩，好，哦。OK， 我现在回来就打乱你的计划。没有，笑着像小太阳，嘻嘻哈哈的声音飘进我的耳膜，像是没有乐章。想起他爸爸或许就要回来，方玄在我身边时间不多，我忽然心里有点舍不得，被放大好几倍。宣城，如果有天你要去别的地方，你会开心吗？会呀，啊，但是表爷跟你去。其实小朋友都是这样子，然后长大就啊，你卖怼啊，你搞还了呀。万一表去不了呢？那我不去了。哇哦！他无意中的一句话让我有种被依赖的感觉，情不自禁笑出来。今晚带你去玩好不好？去哪里呢？他乐得跳起来鼓掌。真的吗？我们去游乐园看超人叔叔跳舞。可是超人不会飞呀！啊，游乐园是吧？走！我一把抱起这个淘气的小男孩，他跟顾以身一会一笑，上车出发去游乐园。好，走吧！我真的来到游乐园了。游乐园的英文是不是叫 Paradise 人啊？是不是这样念啊？我跟顾医生两个人配着方圈在游乐园玩了一整晚。Hello， 好看了一整晚，然后呢，方圈好像没有这么久开怀过了，亢奋的将一次又一次的拉我进去游乐园的设施里面，过山车、跳伞椅、旋转木马，只要看到的全部都想体会一番。在高空旋转的七彩圈圈将我们带到快乐的制高点，斑斓的光晕投射下来呢，像是糖果般香甜的幸福感。OK， 很满足。好啦，其实小朋友来到这边应该都会很开心的，不好的心情都不会是记载的。哦，夜色渐浓啦，留恋的五光十色游乐园，依依不舍的看着他。最后我们还是在他的连哄带骗之下，再跟我们回家。医生，谢谢你陪我们一整天，不用，你能陪这个就是胖妞啊，对不对？所以胖妞跟他合体了，哦，陪你们玩我也很开心啊。哦，有理由跟娘子请假，隔天请你吃饭，姐姐再见，谢谢再见。我目送顾医生的轿车驶离我的视线，才低头对身旁小不点说：“宣城，我们走吧。今晚开心吗？开心。好，继续。好了，我们要回来家了，是不是？明天要再去游乐园，好不好？真没神呢。可是很久都没带我回应，好不好啊，表姨？他怕，他抬着我肩膀上聊，他疑惑看着我，才发现我不知何时停下脚步，是不是听不到了？他嘟嘴的往我回看上去。哦，哒啦哒啦。林峰回来了耶！哇，脸上没什么特别表情，就盯着我，有种望眼欲穿的感觉。从来没告诉他自己的遭遇，也不打算告诉他。我装作特别冷静的开口：“我回来了。”OK。他缓缓的朝我走过来，走廊的白灯呢？白炽灯清晰的他逐渐靠近了脸庞，隐约的看他眼里闪着水光，看着我们四目相视，缓缓懵懂的理解着暧昧的意思，忽然像是开窍似的，胡乱的扭动身体，不安分的像是说：“我好累，我要睡觉了。”只好把他放下，看着方玄自己一溜烟的跑开。哎，宣城，我唤他名字追上他，才发现我的门是楚言着的。难道是小一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啊？稍微开着的意思吗？却被林峰给一把拉了回来，他没有表情的看着我，差不多想干什么。来，各位一，林峰。二，不要讲话。各位，那我们就问林峰看看到底他要干什么。林峰 ，OK， 就加了。哎，林峰。他眼神一直停在我身上，并不像是发呆，就像一门心思琢磨着他是不是脑子抽筋的时候了。
我又不会吧，又被亲了、啊、哇，被段成轩亲，哎、欸、对不起，录错戏了，哈哈，录错戏了，哦，被亲了，被亲了，被占了便宜，我气恼了，想往他脸上打招呼，只知道他一把抑住我抬高的右手，使我往中央站去。好了，就这样被亲了，拜拜拜拜拜拜。你家里发生这么多事，你一件事都不告诉我，哎、欸，所以他知道哦。你以后每天去哪里，我都要知道，每顿吃饭什么我要知道，连出门穿的衣服我要知道。哇，这么厉害，这么黏人，太恐怖了。来吧，一，神经病，走开。二，不要讲话。来，一或二。好，那我们就选二了，二看起来比较多。来吧，沉默。佳佳，你们这样很揶揄人家不好吧？啊，原来他的声音很低沉，像中古浑厚低鸣的飘进我心里。好，来继续，我自知我的确瞒了很多事情没告诉他，看他如今一副表情，一定是早查过我了，恨恨的擦了自己的嘴唇，想把他味道擦掉，但是脸上晕红却怎么样也擦不掉。我满脑子都是这个男人居然想占我便宜的画面，一时觉得又羞又恼，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报仇，只好努努嘴，不甘心的别开了眼。哇，糟糕了，都被看到了。OK， 这都是那个警察局里面的同事啊。糟糕了，魏子勋没送啊，没送啊！本来听到我回到这里的消息，哇，连他也发现了。这另外一点，对啊，没办法，却没想到此人一步，还亲眼看见我跟林峰接吻。一瞬间，他什么失而复得的好心情都被我俩给赶跑了。他冷眼的看着我，脸上一片红晕，心里觉得似乎没有我那么抗拒和林峰接吻了。OK， 林峰满意的在揪在我脸上的一片红霞，食指轻。开自己的嘴唇吗？不太会念，卷起一个坏笑，脸上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我才刚刚看，谢谢点，感谢订阅的 YouTube 频道点，谢谢。OK， 突然凑近我面前说：“明天还继续上班。”他的气息若有似无的掠过我的耳际，痒痒的。说完之后便直身离了离，一经转身就走。这么帅，这么帅。我对他的背影暗咒了好几遍，就当我脑子飞速盘算着要怎么跟魏子勋解释说他那双眼向我走来，看到讲什么。来，一，我们要跟他讲什么？一，开口解释。二，不说话。好，来开口解释吧。噔噔，头儿，我。谁知魏子勋根本没有想听的意思，眼角居高临下的瞥了我一眼，径直的越过我离去。好了，他完全不想听了，看到都气死了。第十章，恭喜你进入了魏子勋的结局分线。各位，我们要成功了，我们要成功了，来吧，我们看看结局的分线是什么了。来了，墓园里，我将鲜花送到沈清云的墓前，看着上面姑妈的遗照中黑白的笑容，心里无限感慨啊！姑妈今天那群害死你们的禽兽，终于全被判刑进了监狱了，高价玉死了，墨汁刻的疫苗也问世，现在不会再有冤魂了。这个，如果你们没看，可要看前一集才知道了哈。你和爸爸地下有知，也能瞑目了吧？你不用担心，我跟宣城，我会好好照顾他。如果他爸爸回来接住他呢？宣城他自己乐意，我会支持他的。姑妈，你知道吗？我听得见吗？听不到的你变成听得到的你了，好吧？虽然是暂时，但我依然很开心。我生活第一次过这么脏，你以前总是对我冷着一张脸。我以为你不喜欢我这个子女，原来我错了。你心里还是很爱我的，为了保护我做了很多铤而走险的事情，真的很感谢你啊，姑妈。以前我们偶尔有点撞，请你原谅。我朝他墓碑深深的鞠了一躬，将他的遗容铭记在心中。你姑妈知道你懂事，一定不会怪你的。也谢谢你一生，多亏你，我才会捡回这条命。他笑起来，眼睛像弯弯的月牙，客气什么不用谢的。上面看到睡着。第二天，我们回到警局上班。噔，来各位，又遇到子勋了。一，打招呼。二，等他先开口。好，大部分都选一，我们选一吧，主动一点。哇，已经满过一半了。看到魏子勋满脸的微笑，心情是好样子，我也扬起向我跟他打招呼，早上好啊，头儿。他记着，然后就走了。哇，还在生气 ，get 气呢，丢呢哦。今天下午也没收到，对啊。然后且问身边的同事发生什么事了，头好像心情很好，破了大案被上头表扬了吧，陆成平不以为意，可霍辉敏显不同意他的看法，又不是第一次破大案，不用满面春风吧。张姐，我知道，说来听听，女神探。昨晚呢，看着头在法国餐厅跟美女啊共进晚餐。来吧，一，难怪原来是春天来了。二，生闷气。来吧，一或二，一或二，选一下。好，那我们选二了，生闷气，来吧。OK， 哎呦，反而他越在乎了，是不是？来继续看一下。
闷闷不乐的走到张简一的桌上拿文件，然后呢，刻意打量我，让我浑身不自在。怎么，脸上有花是吧？笑着摇头，小声道：“我们之前以为你跟头牌托我们错了，拿起文件尽量的知道就好。好了，所以该不会我们的结局是不好的吧？”跟着喊什么鬼啊？你们不是在讲吗？自从我从瑞安医院死里逃生之后，每天下班警察局门口一副这样的画面。林峰成为了瑞玉林的董事长，天天霸占着财经新闻甚至娱乐新闻的版面。哎呦，变厉害了耶！这也没办法存档了吧？也对，这样一张脸用来增加收视甚佳。渐渐的，他习惯活在别人的焦点中，也可以跟旁人的关注熟视无睹。但我心里觉得这样怪怪。或许我习惯低调生活，并不习惯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比如现在，我在林峰面前，往来都忍不住对我行注目礼。你眼睛转头去看什么？啊，该不会跟他在一起了吧？总觉得很多人在看着我。他颇自卑，我都在看你，你能不看你了吗？我微微的摇头，唇角勾起一抹亮丽的笑容。你少臭屁了。林峰的眼神呢，往我的脖颈处一扫，轻轻的撅起眉头。我送你的，你怎么没带呢？来吧，一，我拒收；二，我不喜欢戴首饰；三，我收进抽屉了。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就这样子结束哦。我们应该还是会跟子勋有一段的，所以大家仔细选哦。我不习惯戴，我收进了。一二三，一二三，我拒收了。来吧。为子勋增加，大家选的非常好，我拒收了。你用你温柔的，好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心情突然放弃了。没想到沈昭义才是最难追的女人，可不吗？嫌麻烦你还是放弃吧，我先提醒她。她一把就劝你，这么狠心拒绝我的礼物，总有什么补偿吧？想怎么样？陪吃陪喝陪睡觉，我自己乱讲的。陪你干到鬼，翻了白眼转身走了。林峰笑得灿烂，下巴往身上扬。先别走，你后面的女孩好像在找你。嗨，小一，哎呦，三两步走到我眼前。我们跟同事商量着赵毅恢复了听觉，我们还没正式恭喜你，想趁着今晚邀请你出去乐乐。哎呦，但你好像有约了。他眼光寻于我跟林峰之间。来吧，一，没有的事，我要跟你们去聚会，我要去接方宣城，抽不开身。各位选一的话，应该就会有不一样的邂逅了。那选这个的话，就是自讨没趣嘛，对不对？没有的事，哎呦。同事呢对我们的事情这么上心，我如何推辞？没有的事，你们对我如此关心照顾，我当然去聚会啦。那太好了，电话让他们下来。张简一笑靥如花，后宫好几个。好来，你的同事一开口就把我甩啦，因为我要跟同事们说的笑话，你别跟着来。让我如何愿的看到李峰，什么，如你这个怎么念啊？耳聋吗？不会念，拉下来的脸。要不你聚会晚了来接我。哎呦，打个巴掌给你也真行。你就像我以为一口拒绝的时候，我现在去接方宣城下去。你看他去接这个宣城放学了，谢谢，好体贴哦。结果我们没有跟他在一起。好了，哇，各位现在又吃麻辣锅，肚子饿了，香肠肉片，还有那个面轮，对不对？还有香菇加了痛风，干杯！重新叫声，因为你开心，一碗都热泪盈眶，谢谢你们，纷纷送祝福，祝我事业成，爱情滋润身体健康。爱情滋润是什么鬼 ？OK， 无论如何呢，至少这一刻我深感幸福啊！先不看了，拜拜拜，去玩吧，去玩吧。张姐用手肘呢一捅隔壁的魏子勋的胳膊，他怕我看出来，所以最行为动，含含糊的小声对说：“大家祝福，同意说句话吧。”恭喜你恢复听觉。他有点不太想讲，对不对？一。无所谓，二不开心。各位怎么样打动他的心呢？或是真的不想理他呢？给你们选吧，一无所谓，二不开心。好，各位，那我们就试试看，二不开心。OK， 又增加了。我对魏子勋漫不经心的语调有点难受，舌头像僵住一下，半天上去，谢谢。来，一开他玩笑，二不再管他，要潇洒一点，不再管他，还是继续装作没事，开他玩笑，一或二，一或二。好来，二比较多，那我们就选二咯，好不好？不再管他，情绪淡了许多，默默坐在位置上。张简一看着下半身，半开玩笑：“头儿，你最近是不是被美人勾啦？心不在焉的，你猜 ？”OK， 还用猜吗？我都看见了，看见啥了？你跟大美女共进珠光网站，头儿也付不起了。这采访网站那是进入最近入室窃盗案的受害者啊！啊？查这案子也能看对眼，技能好哦，不是新技能，不是。
在一旁看着他们讲话，心里越听越不是滋味。他就是请我吃顿饭当做谢谢我，别逗了，感谢请你去法国情侣餐厅吃烛光晚餐，还穿那么性感，睫毛刷了几根的锁清楚啊！平时怎么不见你观察这么细致的尾呢？这女生八成是看上你投了，成功之后别再忘带我们瞧瞧啊！多事。空气凝胶凝滞如胶一般，笑容在我唇边凝结。卡拉，吃醋了，吃醋了。被他们全盘接受他们对话，只恨不得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扔出去。缓缓起身找这个出去，忽然想到方轩说是附近商场棒棒糖哦，想说什么吃棒棒嘞？这个商场快关门，我先出去，他马上回来。好，然后就一去不复返了，对不对？很喜欢他的音乐，很多人就说。被游戏耽误的音乐公司啊，这样子离开餐厅，我没有真的去商场，反而去河边的提案对岸呢的亮丽的线条，民用灯装饰下蜿蜒伸展，一眼望不到尽头啊！晚风怎么都这么冷，今天的字都不会念。谢谢豆腐公主，感谢真心订阅，谢谢。轻抚我的脸庞，带着秋天的干涩，月华犹如被眼泪浸泡过一般，心点落下朦胧的光，好难念哦，好绕舌哦。我总以为魏哲轩很关心我，那种关心甚至超越同事的范畴，但是直到如今，我还能自以为的这样认为吗？忘记了他还是个优秀的单身男，他身边除了我还有很多美丽能干的女性供他选择啊。他眼睛不会只盯在我身上了，他对我的关注或许是那位祈祷案受害者一样，只是因为我是他负责案子受害人，亦或者是只是同情我的遭遇而已啊。我深沉的叹了一口气，我对魏哲轩没有一点自信。来一。要看魏哲勋的视觉，还是要二沈昭义的视觉？好，各位，那么就选一咯，魏哲勋的视觉 ，Let's go。好了，我离开之后，众人在餐厅里面谈笑风生。忽然，魏哲勋灵敏的感觉到不对，他一个手势要大家安静下来。怎么啦？你们听，外头突然变得很吵，什么事？街上很多人往这边跑。我出去看看。哎呦，有事call我们。嗯，哎呦，真的有嘈杂的声音哦，人们对谈的声音。OK， 往人潮的方向走去，急步的离开人喧嘈杂的喧嚣。我的天哪，居然有人在商场里行凶！是那个女孩真可怜，耳朵都被割掉了。哈，哇塞，都快结局了还搞这个，她心里隐约感到不妙。她还记得说要去商场买棒棒糖，所以她还是心里面还是想着我们的。怎么倒霉事都在你身上呢？急得汗都出来了，奋力的迈开腿往商场走去。来了，看看有没有。商场门口一片惨不忍睹，或许是突如其来的事故惊了众人，发生踩踏事件。哇！他未及多想，奋不顾身的往两边冲进去。别去！一双纤细的手扣住我。哎，各位，我还在，还在，还在，没事，没事。OK， 心里的大石瞬间落了地。他情不自禁的脸上流露出欢喜的表情，一把将我抱进怀里。没事，没事。嘴角不自觉露出笑意，感觉到陷落的我身体天的自己，他第一次清晰感觉到胸腔里那颗急速跳动的心脏已经写满了沈昭义的名字。原来哪怕心里再伤心，终究是不能失去我的啊！好来，一进了林峰的视觉，二跳过林峰的视觉，这个应该是会选一吧，对不对？好来，一 ，OK。商场门口昂贵的轿车里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哇，又看到，一时之间禁不开眼。按照他的性格，应该怒气冲冲的将我从魏哲勋身边带走才对啊，但是却没有这么做，死死地握着手腕上镶嵌着钻石的腕表。哇，果然董事长送的东西是好的。嗯 ，OK， 半晌他才神神秘秘开车吧，我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了。各位，反正你们不打算跟林峰在一起，所以就不要介意他的方向了，好吧？来了，10:30早上啊，不，10月30号早上8点，清晨和煦的阳光温暖着大地。经过周末充足休息，周一如期如归，就是回去上班了。我如往常一样的步行回警局，却在大门口看到朝气蓬勃的笑容灿烂绽放的男子容颜。我好难念哦，他像是个慢慢时光遗忘的孩子，清新君子，温润如玉。他与我擦身而过，留下果冻香水味道。拖延什么蔓延？我不禁的暗自打量这个长拉长的背影，他是谁 ？Who is him？OK，、okay, 一众同事们都愁眉苦脸，怎么啦？这我在上哥鲁多女子的耳朵的狂徒跑了，现在没抓到，最好是今早又来见大案。哇，在好不容易变一个好的心情，全又有案子了。晨曦荒林里出现一具女尸，她还被割下双耳。哦，等级重来了。你有改名字对不对？
你要给我你的名字，我才帮他查。恭喜我都念对了，谢谢谢谢。为什么总觉得警局上班每天有种危机感呢？刚才局长亲自请了头去喝茶，哎，接下来半个月要天天加班了。这种事情是局长十分重视，连派去国外留学的齐冠宇都提前回来帮忙了。哦，新角色，新角色，一个犯罪心理学家，张简一下一隐隐，他昨天在这边看了一束资料，刚刚才走。OK， 不知道为什么脑海里突然浮现这个场景，他是齐冠宇吧？哦，就是他哦，去流血了。好，魏子勋一脸严肃的推开办公室的大门，向人发了誓，全世界过来，他的眼圈里隐隐发黑。我暗自猜到他通宵工作跟他有份吧。由于做法手法作案手法相似，我们有理由怀疑成交虐杀案与商场割耳案是同一个人。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全力侦破这两件案子。头儿，你跟齐先生加班了一晚，有什么结果吗？我们一直认为割耳的凶手精神方面可能不太正常，而今早是在荒林里的女孩，她身份已经确认，叫做芳芳，龙芳芳，她是一个幼耳失聪的人。糟糕了，糟糕了。杨小珍哦。你去粉丝团试一下，我这样我才知道，好不好？拜托拜托、哦、我会再看一下粉丝团。你跟我，你就是说你那个被洗掉了，你要打你原本名字，不然我查到不是，我也没办法帮你加哈、哦。OK， 死者是由于鞭打造成伤害被虐杀，人死后之后凶手还割下耳朵带走了。好，继续。现在小一去你法医那边跟进验尸，陆成品你带人去调查龙芳芳的人际关系，华辉你去法制那边看看，那我呢？你去医院给商场割耳案的受害者录口供，然后去商场将监视视频拿回来。好的，哇，继续看一下，立刻来医院看看，给不幸的受害者录口供。眼前女孩已经没有右边的耳朵了，哇塞，昨天在从 ICU 出来，现在她看起来呢，她很虚弱。此时护士给她量体温，我暗自惋惜，本该清清秀秀的女孩现在多可怜啊！我友善一下，你好。她没说话，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葡萄似的盯着我，我以为是怕生，笑得更浓了几分。你看起来精神多，我是警局派来给你录口供的。女孩突然呜了的起来，但就是说不出一个字。她用左手朝着比划着手语，你好，你不会说话。他不是哑的，一旁的护士都说他先天失聪，教育环境又不好，所以就不会说话，瞬间愣住了，整个人居然被一种没来由的坏预兆笼罩在其中。我深吸一口气，强压心头不安，端坐在他的床沿。 OK， 各位请根据逻辑选择问题的顺序。三比较多，三比较多，好，我们先选三哦。来，你叫什么名字？ OK， 拿身份证给我。罗文清，三一二四哦。好，然后接下来好，一比较多，那我们就选一，好吧？一，好，来问看看那天受害的经过。他艰难的吞咽口水，小手行动。我一个人在商场二楼买饮品，根本没注意到身边站着什么人。忽然呢，他扯着尖而细的嗓子，奇怪叫出害怕极了，双手颤抖地继续比划道：“我旁边那个男子掏出了刀子，一刀就割掉了我的耳朵，我好疼。”女孩边用比划着边哽咽了起来。哦，算了，就是像哭出来的感觉，说不出的话，哭起来声音特别哀伤煎熬。白纱布呢，捆住了她半边的脸，把她变成一个绷带少女。她的胸脯呢，剧烈的起伏，显然这场意外已经造成今生难忘的噩梦了。我触眉，三年我忘记了，安慰她，你别担心，你一定会康复的。一比较多，好，来，你认不认得凶手长什么模样？长得突然认得出来吗？无尽大傻摇头，不行，戴着帽子，手套跟口罩，我不知道长什么模样。那他穿什么？有多高？体型怎么样呢？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纯黑色紧身 T 恤，身高大概比你高十厘米。好，来最后一个了，去了哪里了？他摇摇头，嘴里发出的奇怪声音。我真是疼了命，哪还管得了那么？凶手跑去了哪里？我温柔的抚着他乌黑的发，我看他如此煎熬回忆，我不能再问下去。谢谢你的配合，今天就问这么多了。女孩突然扯住我的手臂，用哀求目光看着我，笑比划：“姐姐，你一定要替我捉住那个坏蛋。”我知道警方会尽力的，不打扰休息的，祝你早日康复。好嘞，耶、yeah ，增加。好嘞。当我去商场取了录像放回警局时，他忙得焦头烂额了。我走进张简一，正想跟他打招呼，却听到他头也不抬的将一份表格塞进我的怀里，催眼去帮我去法政部看看龙芳芳案子凶手 DNA 出来了没有。我没说话，借表格转身去法政部走，一脚迈进法政部的大门，就瞧见万玲姐跟魏子勋。罗文清的现场呢，被丢弃的手套里头缠着凶手 DNA， 就算你们走运，现在是秋季，手套容易脱皮，手套里残留了凶手的皮屑，我用他的 DNA 在这里搜寻过，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啊。OK， 糟糕了，连查也查不到。我趁机插话，万玲姐，龙芳芳的案子 DNA 验出来了吗？
等等，我去查查。这么快就回来了？你这是在夸我办事效率快，做工作慢呢？那我看你问出什么来了？哎，怎么这么样子？忽然用奇怪语气开口，哎，怎么啦？怎么啦？OK， 好像啊，万里子的电脑电图和圆珠子一样，飞快将罗芳跟罗文清的凶手放入软件中比对，到底会变什么？好像啊 ，match， 两件案子凶手竟然是同一个人，哇，抓到了，抓到了，共同线索。OK， 居然是同一个人干的，事情显而易见，凶手一定是对听力不佳的人怀有特殊的感情，糟糕了，糟糕了。OK， 没错。凶手为什么要针对听力有问题的人？或许曾经有个失聪人伤害过他。目前看来，他不会收手，只会越杀越多。我让你们查龙芳芳死前的活动轨迹，查到什么了？龙芳芳独居，10月27号，邻居再也没见过他，家里的灯也没亮过。在之前，他像往常一样，一边工作一边读研，生活轨迹有去学校、家和兼职的快餐餐厅、三点一线餐厅。如果这是单纯学生，那么能让他歹徒盯上的机会，只有人员复杂的快餐厅了。你们找个伙计半龙去那个家餐厅，好几天兼职。好，继续。如果凶手是餐厅的客人，他一定会露出马脚的。好了，之后呢，我被顾医生一个电话就去医院。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右腿被打伤了，右石膏掉在半空中。哇，他被打石膏了，怎么啦？不好意思，刚抓到小毛贼，追到大毛的时候，谁晓得忽然蹦出一辆大卡车，慌忙躲避之时，一不小心脚崴了。OK。他笑得灿烂，这不，我不敢打电话给我男朋友，他也不敢告诉我家里，就找你啦。OK 呀，当初他也照顾我们，照顾他也是应该的，是吧？男朋友也不敢，况且他不在国外吗？他回来了，哇哦，你不知啊？他回来了，该不会就是那一个吧？啊，什么齐什么的，对不对？照顾比我爸还周到呢，所以他难怪不敢讲，怕会招惹人，对不对？哦，好嘞，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呢？我害怕看冠宇一脸担心的模样，听到这个名字，你不会见他，他总会找你吧？我撒谎说我去外地出差了。哦呀，这么厉害！接下来几天吃饭还是喝粥，全指望你了。无奈的看着顾医生卖力的表情，真的没办法了。好吧，左右，你上次救了我一命，现在换我被你消遣都不为过了。谢谢你了，你帮我去家里找一件换洗的衣服来吧。行。好，这天中午呢，我忙完了收礼的话，对不起，我忘记怎么念，拽过背包往医院跑。站住！糟糕了，魏子君叫我们站住。去哪儿？来吧，医院。二吃饭，好，各位二比较多，我们就选二吧。吃饭，吃饭啊，不会冲啊，一起吧。哇，糟糕，我约朋友一起吃。缓缓靠近，你老是神神秘秘的，搞什么？我不太舒服。OK， 以为是他是在关心下所，骗过我请开口。我看你好得很。他一句差点让我被自己的口水淹死。他似乎断定我心中藏的小秘密，不要跟我撒谎。哇，果然是高手高手啊啊！我没有哦。好了 ，OK， 走开了，我们还是继续去吧。又来到医院了，又来到医院了。走到医院呢，一股脑的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告诉顾医生，他说吧，再怎么跟他解释呢？行了，等我脚伤好，亲自去跟他解释可以吗？那也差不多，免得被误会，是不是？哦，我今天跟医生说，今后我晚上回家住，定期来复诊就好了。那一会陪你回家。点点头。哎呦，好久服务铃，护士怎么都没来呢 ？OK， 我去叫吧。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呢？谁知房门开，糟糕，被跟踪！你怎么招在这里？我要是不跟着来，真的以为顾雨生去出差了呢。哎，能别说出去吗？可以。就在我大松一口气的时候，本来不是他的事，竟然敢瞒我，玩，我不瞒不行啊！步步逼死我，越靠越近。我去叫护士，赶紧找借口避开。好了，又来到游乐园了，玩黑盆，他来。好，给我们看一下。好，印方宣传的所愿，他生日又来，好，舔着甜甜圈，天使般的笑容看起来比甜品更甜蜜。慢点吃，别噎着啦！好，别噎着了，表姨不尝一口吗？不，我怕胖，都给你吃，还嫌胖？女人谁不怕胖？语音刚落，魏子勋用手指分下手里的一块小冰淇淋，抹到了我脸上。OK， 干什么？他确实是顾着跟方轩一起笑得开怀，恨恨的别过脸，将脸擦拭干净。忽然，世界中一片喧嘘，安静许多。周围人群来来往往，他们欢笑雨声，高声谈地的欢笑的声效，孩子们扯着尖细的嗓子嬉闹于四周，让我听得十分刺激。糟糕了，糟糕了！青灰色耐自信命运土耳其的安排，该不会又要听不到了吧？啊，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突然喘起粗气了？怎么了？脸色很难看哎，怎么了？忽然慌了心神了、啊，从头到尾玉不发，像是泥雕出来的木人。各位，你们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其实如果你愿意对我敞开心扉，我会很开心的。来一，我的听力忽然下降了。二，我说了没什么。一八哈，大部分都选一，那我们选一了，听力突然下降了。我听力突然下降了，我声音异常冷静，没有一丝的颤抖，仿佛刚才的惶恐神照一直是魏子勋自己的臆想出来的。没关系，没关系，好不好？还是要装的无所谓啊！紧紧握住我汗涔涔的双手，给我力量，给我安慰，多么的好啊，暖男哦！忽然扔下手里甜甜圈，三两下蹦到我眼前，跳撞进我怀里，表姨，我来保护你，别害怕。忽然鼻子一酸啊，我来保护你，多么简单一句，却是我一直最希望，也是最无望的事。一个六七岁小孩子能够对我说出这样话，也是我的福气了吧。我紧紧的揽住他弱小身躯，眸中闪着隐隐的泪光，喃喃道：“宣城长大了，表姨真开心啊。”喉糖好。这天，我扶着顾医生呢从医院出来，因为我要在警局工作拖了久，所以才沦落到夜晚十二点，我们俩缓步的徒步回家。顾医生天上怕什么？我们俩一身正气，是该动一下，看我不要了他的命。我一笑了之，你呀、啊、还是看好自己的腿吧，眼看要好，别在家中了，否则我看你要怎么跟你家的相公交代。顾医生笑了辩驳道：“说我现在也是走路还薄了点，这两天姐姐就生龙活虎的啦。你赶快好起来，我还等着你保护呢。你还需要保护？你表有婊子有男票的，哪里轮到我逞英雄呢？”我忽然顿住脚步，我最近耳朵时好时坏，很快又听不到声音了。顾雨生呢，居然转头，黑暗掩藏着我半边脸颊，眸中暗藏着悲伤，掩都掩不住。他也不想再多什么询问我身体的话，想必日日夜夜煎熬之中也够受起，也够受的了。他故作豪迈地拍拍胸口，行，姐来保护你。我由衷一笑，感觉感动漫上心肠。他忽然有些支吾招引：“你去前24小时的便利店帮我买的那个好吗？我才想你家里没有了。”他会不会出事啊？不晓得哎、欸，等着。临近11月的天气，街道开始刮起冷风。我将行动不便的顾医生扶到了街边的长椅，坐好，紧紧的外头了风衣，飞快的跑进便利商店。来了，我们来商店了。哎、欸，这新商店的没看过。老板，给我两包卫生巾。哦呦，这个你们应该有点印象，上一个游戏也有，随身去拿。OK， 站在柜台望着他，忽然间他的手突然停在办公桌不再动过，怎么啦？你哪种牌子怎么不说话？糟糕了，没听到，最左边那个，是吗？然后看眼神突然深了许多。哎呦，各位该不会就这个吧？他说刚看我们的眼神深了许多。小姐，刚才外面是你的朋友吗？是啊，他怎么自己走了？哎，真的不见了，怎么会？便利店的老板嘴角忽然扬起一抹不易察觉鬼笑。我看见他走进了旁边的小巷子，你快去找他吧。好的，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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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见了。左看看右看看，怎么啦？寻找起来了，惨了惨了，各位惨了。乌漆抹黑的巷子里，稀稀索索的细声回响，怎么都没有人了、啊？还没反应过来，后脑勺便挨了一棍。惨了。眼前世界忽然扭曲起来，天旋地转，让我茫然不知身去何方。我刺痛的响彻云端，犹如鬼爪居然撕裂了宁静的夜空。糟糕了，就是这个老板，一脚跨着将我骑在身下。哈，这不是刚才骗你的老板吗？又是一个聋子，去死吧！我无力的瘫软在墙根，整个人都迷迷糊了，秀眉紧蹙。哎呦，换那个顾雨生来了，迅速的。吓住他，然后把他落下去。只可惜顾医生呢，在病中没有多少力气。谢谢赖牛牛，感谢订阅，两下就被他翻过身来压下，双手死死的卡在他的脖颈，耳边猛然传来他阴狠的声线：“你帮聋子，你也去死吧！”气管在脖子里挤压的容纳不下一丝空气，顾医生控制不住的往上翻白眼，嘴巴里发出咔咔的声音，脸具降成青色，指甲在对方的手腕上抓出道道血痕，奈何根本不撤手，一面想要命。呜呜呜！来了来了，各位来了。OK， 枪口的嘶鸣宛如深夜惊悸而醒的女人尖叫，把四面八方的沉睡的人们呢都吵起来。我趴在地上呢，几近虚弱的举着顾医生身上滑落的手枪，将里头的子弹捅进了歹徒的身体，穿腹而入。我剧烈起伏的胸膛里头藏着一颗奋力跳动的心脏，得到了空气，胸腔宛如得到了新生，却怎么念？没了力气，两眼一闭，昏死过去。原来是他打的。好来，昏了昏了。
住在巷子里的女人被枪声惊醒，她揉着惺忪的睡眼，不耐烦地向窗外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她低头咒骂：“是谁？老人居然这么自居，眼角不经意的往楼下尖叫，死人了，死人了 ！”OK， 忙夜的雨意缓缓垂下，落在城市上，覆了朦朦胧胧的一层黑纱。谁在那里？妈妈，是你吗？你好久没来梦里看我了。你看，我的小意儿长大了。我的母亲萧婉莹优雅地坐在面前，母亲的面容一如八九年前年轻娇艳的模样，她的一什么笑在我的眼里就是那么亲切，那么动人。妈儿，小易好想你啊，能救年轻的母亲，哎，是救吗？这不太会念。母亲呢盈盈笑意，像是开在春天里娇艳欲的花果。我好像听到她对我说小易的模样跟我越来越像了。他的语调呢，居然低落下来，笑意略带凄苦。若是我能活久点，看着我的小叶长大，出嫁为母，那该多好呢！妈妈，像我这样的女孩，或许这辈子都不会为人妻、为人母了。是妈妈没有好好保护你，让你平白无故吃了自己的苦头，被人冷眼相待的感觉呢，不好受吧？每天一晚呢，抱着自己入睡，感觉很难熬吧？那寂静哽咽，仿佛母亲也曾将我所遭受的所有苦难煎熬一一经历了，眼角湿润的我低声道：“妈妈，我没有责怪你，我忍不住要滴泪的。”忍住想要滴泪的眼泪，将身子站得很笔挺，双拳握紧、哦、双拳紧握，伪装坚强的模样。母亲再也没说话，仿佛是欣慰于我坚强和懂事。她满意的点头，笑着一脸柔和。一阵西风怒扫而过，卷走母亲本来就虚渺的容颜。妈妈，你别走啊！我追着妈妈远去的身影，伸手挽留，却只是抓了个空。冷风絮的世界里，这次只剩下了自己。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将自己卷缩在黑暗的角落，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又回到当初到福利院的日子。那时候的世界安静的让我无所适从，冰冷的让我几乎记不起。龙子去死吧，龙子去死吧，龙子去死吧！好熟悉的话，我记得曾经一句话带有带来的痛苦，让我咬牙承受无数遍。在福利院呢，秋高冬僵，早已冻得发僵的馒头劈头的盖脸呢扔到我脸上，张狂的说：“龙子去死吧！”在无视别墅里，女仆们嘻嘻哈哈的扯着我的耳朵，掐着我的脖子说：“龙子去死吧！”而就在刚才，形如鬼魅的嚣张歹徒就将我死死摁在椅子上说：“龙子去死吧！”每一句都为了今天刀枪不入的神遭遇。天专家王，我是该谢谢这些苦难，谢谢这些带着秘诀幸福吧。好累，我迷糊的睁开双眼，才发现枕头早已经被我的泪水浸湿。我不该埋怨人生跟命运，只是有时候我很累。想起梦中相遇的母亲，我心里顿时觉得难酸。我也想个肩膀靠一靠妈妈，其实我没有你想看那么坚强。我滴滴呢喃的出口，耳朵却听不到自己说的任何一个字。一个不留神，一滴晶莹的泪水呢滴落手臂。这一刻还是来了，我这次变回龙女沈昭仪，心里有数不出道不明的难过。哇，所以她要变成龙子了。那眼角上的房门突然被推开，让我心里吓了一跳，赶紧别过来擦去泪痕。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红着眼睛、酷毙折磨一样，使劲的用手背。凯脸上的泪痕，只一昧的低着头不说话。他缓缓的抬起右手，想扶起我低垂的脸颊。此时敏感的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一个听不到女孩有什么好喜欢的？唉，殊不知这个是气坏呀。最近发生太多事，让我几乎快想不起来无数嘲讽中的其中一句。但无论如何，这句也够让我死心，早该死心了。一直想当然的无视事实，沉浸于不切实际暗恋中，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别碰我。他的手居然被叫停在半空中，微微颤抖，良久才垂下去，耳边一片寂静，只不知道他一个字都没说，还是我一个字都没听见。他顿了顿，终究起身走了。哇，糟糕，陷入冷战了，惨了，惨了，惨了。好嘞，来到了这个审讯室，对不对？审讯那夜歹徒的时候，我和顾医生搀着旁听。几个女孩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伤害他，甚至要了他们命？谁让他们都是同志，他们都是害人精，去死吧！我的爱人本来过得好，也不是那天，一个双耳失聪的司机走进了一辆大货车驾驶座，他放着汽车想到处停车位，没想到我老婆就在他车尾站着一倒，他一倒就把我就撞倒了。我老婆大叫停车，可是他懂根本就听不到啊！我就看着他，我老婆被举进车底没了命，他一拳砸在路上，害人精！我要替天行道，杀了这些害人的聋子！空调冷冰冰的往外。吐着寒气，侵蚀着我的心智。说实话，他的话深深动摇了我的心。OK， 原来是这样的关系哦。
顾医生呢，怕我多想，用身子挡住窗子里的高风。别听他妖言惑众，他是为了老婆失心疯了。我默默呢读着顾医生嘴里的话语，凄凉一笑。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是个废物。有些话说出口虽然难堪，但是说感觉然后瘦了很多。他温和一笑，有时遭遇了太多坏，并不是什么好事，不如去外头散散心吧。我在国外的房子正好空着，如果想去那边玩，我可以帮你安排吧。那边大学有很多行政方面的教授，如果你想进去，可以顺便旁听课程。实在喜欢，不如留在国外生活工作，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开始新的生活吧。齐冠宇的最后一句要让我动心了，新生活就让我心生向往。我用眼角默默的飞了一眼魏子勋，他面无表情的窗子的高峰，浓眉紧蹙，专注的目光呢，让我真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关注我的一分一秒。对，等一下会先关，然后等我都设定好，我会再开这样子。谢谢你们，我会去考虑一下。OK， 各位，拿不定主意的我，考虑一周还没决定。周末早晨，带着满腹的问号走在大街上。来，各位想要去吴氏别墅，还是要去咖啡厅呢？一是吴氏别墅，二咖啡厅。走吧。好了，漫步地在街上走，不知不觉又来到这家咖啡厅了。看到邓卓稳啦、啊、，OK， 跟嗨，早上好，赵一，嗨，早上好。看看他们会讲什么，聊聊天。OK， 怎么笑得有些勉强呢？抱歉，我最近心情不太好，发生什么事跟我说说。我得到一个去国外进修的机会，但很好，为什么不开心呢？但是我放不下这里。OK， 难道是心里某个人？我笑喷他一眼，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一，我们没有在一起过。二，我们只是好朋友。一或二来，好，大部分人选一，我们没有在一起过了，我们试试看吧。好来，我看着他笑意盈盈的样子，我们没有在一起过。邓卓满脸那么生气，然后你跟他表白了吗？我摇头。那你喜欢他吗？我一时语塞，我配不上他。既然没有结果，那就扔掉他吧，走吧。哇，糟糕，来这边好像不好哎。我沉默了，不用再牵挂不可能的人了。我看着邓卓宇愚蠢的自己，仿佛我的担心跟希望是不值得。你意思是我该去国外，但我为什么心里残留一点不甘心呢？邓卓宇倒是淡然多了，是你的总会是你的。他要是喜欢你，天涯脚步去找你。脸上洋溢着和煦的笑容，宛如春天的花眼。花朵绽开的容颜，温暖人心啊！我了然笑一笑，脸上终于有了释然的味道。我知道了，谢谢你。拜拜啊，拜拜！等一下的，等一下才删了、啊。哇，出国了 ！OK， 选择要去新的地方开始生活了。没有让任何人来送别我，我跟方先生安静的踏上旅途。我的额头还沾着白色绷带，拖着行李带着方先生出现在机场。我手心里呢，攥着齐冠宇的推荐信，飞向国外的机票，混杂在各色人群里。人流宛如彩河，一个在眼里流动，每个人呢都向着自己的目标奔驰而去。他们的朝气蓬勃，他们的满面笑容，他们的都张扬。我有什么理由原地不动了？没有爱情，没有定居，我还有很多呀。比如我们要去的到底是哪里？我们去新的国度过新的生活。无用的我什么都抓不住，唯一抓住就是方俊的小小的手。魏子勋气喘呼的赶到机场旁边世界片，坐在安检口找到了我。他吊着气，三秒步的来到我面前。我故无所谓的笑起来，谢谢头儿专程来送我。你辞职了，我们早就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了，但你永远是我新的头儿。谢谢你这么久来照顾我。说着说着，眼里竟然是一层水雾。你还会回来吗？你还会回来吗？仿佛是我向外头的生活，准备一去便不再回头。可能不会了吧。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坚强，但我连只会给我的亲人。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是分别这么难受。特别眼前的是魏子勋的时候，此刻我竟然是这么想趴在肩膀上大哭一场，但我不能。魏子勋知道我要走，也不去阻碍我未来最阻碍的脚步。他希望我过得更好、更开心，所以他放我去飞翔了。此时一别，竟不知何时会再见场面，何时也在边上了。我低头，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哽咽，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依恋。OK， 抱起来了。佐乐呼吸绵绵洒在我的耳廓，他在说什么？我听不见。那像是留恋我身上的味道，良久才放开了我。时间到了，快进去吧。我最后一次端详他亲什么的模样。这个男人虽然伤害过我，但不能否认他还保护我、关心过我。没有他，我依旧是待在处理做菜的小女佣。往后的日子，魏子勋，你还是开开心心比较好。我后退两步，一咬牙别过身，拉着方先生不也不回的离去。哇，各位，这是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呢？飞机即将起飞，请各位旅客系安全带。飞机上机械的女声从喇叭传来，反复提醒乘客。我却满只剩下魏子勋极力伪装落寞而亲热的脸庞，始终还是忍不住问他：刚刚哥哥在我耳边说了什么？哥哥说抱歉，以后不能保护你了。哈、啊，这句话也太感人了吧！点点点 ，Oh my god， 飞了！临别最后一句，总算让我留下一点安慰了。从此天各一方，便是我们最后的结局吧。曾经幻想这种种种美好，原来我终究只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天色由白转黑，夜色慢慢从飞机笼罩他的羽翼之下。天际那端一穹穹是吗？怎么念？不会念的星空，仿佛魏子勋潇洒而亮尽力的笑容，我忍不住落下泪泪眼串。
OK， 明天睁眼之时，我看到世界将不会是未知世界。明天睁眼时间，未知瞬间或许会慢慢遗忘。神在这个名字，千言万语，千丝万念，终究会全部化成云。谢谢 U I G N L I， 感谢订阅 YouTube 频道。子勋，你珍重啊！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获得了 V 一结局 ，Bad Ending， 天各一方。那下礼拜呢，我们就会玩不一样的结局了。好不好啊？下礼拜我们就不会再玩这款游戏了，我们会玩那个上次观众推荐的什么《死亡旅店》，好不好？《死亡旅店》。谢谢各位的收看，今天呢刚好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节目的尾声了。大家忙了一场，终究呢还是回到了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地方，好好面对新的人生，才有更好的结局啊！如果你还没呢？帮我按下订阅的话，也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还没按下赞的，也记得帮我按下赞。还没分享的，也可以帮我分享。我们下次晚上10点晨光游戏再见，拜拜，拜拜。